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此为武术最高境界。这是一所宽阔幽静的教学区，一排排红砖瓦房普普通通，但它却孕育了三个世界冠军，十多个全国冠军，输送了三名学生走进世界名校北京体育大学。在全国一座贫困的县城里，一所极为普通的文物学校却震惊了中外媒体。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英法德意多国媒体报道了他们，中央电视台全国各大卫视频道、中新网、中新报、大河报、及是经济晚报传得更是家喻户晓。这里有事实的追踪报道，这里有精彩的画面。我叫杨震，是南京影视文物学校四年级的学生，我文化成绩优秀，今年11岁，我四岁起舞，我获得3次少儿组武术冠军，现在今年香港举行国际比赛中获得2个金牌1个铜牌。马文君，真不错，猜对了第一个挑战项目了。那第二个挑战项目是什么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河南卫视的节目主持人陈东带着他们的挑战者上场。你好，陈东，你好，来，武士，陈东来。跟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大家好，我代表河南卫视武林风向您致敬。哇，陈东、今天带来的这位挑战者贵姓啊？这位我要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武林当中赫赫有名的人物。特种兵出身。因为表现突出，荣立3等功。在一次围捕行动当中，面对持刀歹徒，义无反顾地冲上去，躲过利刃，手起掌落，将歹徒的手臂砍断。哇，勇士啊，好厉害！大家可以鼓掌了。今天你准备让他在我们的现场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他的什么绝活呢？先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吧。他的名字比他的绝活更如雷贯耳。叫什么？武林当中人称乾坤手杨武印。
这手下就给你盖了一个玉印，是不是？对，洋玉印吧。他今天挑战的项目就是开砖。开砖，开砖，开砖。马文君，咱们来看看开砖究竟怎么开，好不好？好，来。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开砖啊，我们大家可能看过很多这样的表演了，一般都是用掌开，用手的其他部位呢可能达不到。那今儿准备怎么开？我们先做一个热身的表演，来显示出杨大师不凡的功力。他将用手的各个部位为大家开砖。说实话，这劈砖我见多了，对，我就觉得你说这个有点玄乎。来，让我们看看吧，手的各个部位。杨师傅，这样的，用一成功力就可以了。好，陈东来给我们介绍。这是手掌劈砖。好，第二个来看，这是什么？推砖。推砖。哦，看，哦。再看。第三个什么？手背，人手最薄弱的部位。好、哦。哇。哇。谢谢。